在二级课程第九课中介绍过传为欧阳询的36法。这篇文章提到包裹有五种不同的情况，例如圆、补、打圈自类，是为包裹也。上、相、上包下。忧、胸、下包上。愧、框、左包右。寻、胸、右包左，自类是也。这里涉及五个笔势，原本是五个部首，五个字。四面包围的是围字，本意是四面围绕的一块地方，这不是口。上包下这个字是君，意思是郊外。下包上是浅，本意是嘴巴张开。左包右是方，指古代一些放东西的方形器物，如柜子。右包左，这个包字就是包的本字，发音也念包。在书法中，这五个部首就是五个笔势，中间是四面包，旁边的都是三面包，网开一面。其中有两个笔势我已经讲过了，这就是右包左和上包下。右包左是勾果式，上包下是勾果画式。《玉堂镜经》讲解叶字时这样说：此状上画平乐而仰收，其次暗注而讥讽左右，谓之勾果。这里讥，通讥，就是快速的意思，以前讲过。我来解释一下。叶字第一横是平乐而仰收，平乐是咏志八法第二笔，咏尖峰月，而仰收就是向上收笔，这是小圈动作。接下来其次按住而讥讽左右，按住是起笔和上一笔粘连，然后快速的左右两竖，这就是谓之勾果。这叶字没写完，我先不讲下去。这里用黄色表现的框架，唐人称它为勾果，上包下。叶字本来第一笔是横，第二笔是一浊，现在这一浊和下面的竖笔连写了。音符经中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如白的框架，第一笔浊不是独立分写的，而是和左边的竖笔连写的，这样写出来的框架就是上包下的勾果画式。如果你单独写一浊，那就是另外的笔势了。又如自己的字，如果一浊和左竖连写，那框架就是勾果画式。如果一浊分出来单独写，那笔势的分法就不同了。
还有一点要注意，勾股式也好，它的画式也好，都有一个勾或者 T。 如果整个笔式没有包括任何勾 T， 就不是勾股式，只是竖笔式。T 是永之八法第四笔，需要先存封，写起来比较慢，多用于真书和行书。草书中往往用勾，你看这两个草字，外面的框架都是勾股式，最后都是用勾的。王羲之出月帖的月字也明显有勾，跟所进月以帖的写法非常相近。像这个英字的中间就是竖笔式，因为它没有一个勾或 T， 所以不是勾股式。下包上作为书法底式叫做玉函式，函是放东西的盒子，玉函式是一个端称，如果没有这个端称，那就是竖笔式一开半，抬笔一次。这是日本古籍《紫微字样》中对玉函式的说明。他说一名回报向上，当时有这样的名称。如果你查字典，浅是一个部首，这个三角形跟它是同部首的，应曲，曲也是放东西的器具。说文解字说用柳条编成，古代用来盛饭，在书法中可以看为是玉函式的一个画式。阴符经中有四个阴字，其中三个最后一个笔式就是玉函画式，简单的说就是玉函。阴符经第一行第一个阴字下面纸张破损，但从其他三个音字可以推测到它的写法。音符经你写熟了，破损地方原来是什么样的，慢慢就可以估计出来了。这是张旭写的一字，上面是玉函。音符经中也有一个一字破损了，从残迹来推断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也是玉函。我们知道只有横竖笔画的字不容易生动，如果改为斜线条就比较有姿态。王羲之东方朔画展中的印字最后的玉函式三笔都采用了斜线条，看起来就比较活泼。这个写法王羲之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早在隶书中已经有这样的安排，如垂去，所以影响到后来的书法家，如褚遂良、柳公权都有这样的处理。
三，左包右，就是这个方字。本意是盛放东西的柜子，它当作一个书法笔试，没有专称。为什么呢？以曲字为例，方是拆开写的。行草书中，方的上面一横和中间三个口组合，剩下方的左竖和下面一横组合为另一个复合笔试。这样一来，把方字的笔画拆开了，它就不成为一个单独的笔试。在征书中，如褚遂良和柳公权也是这样处理的。有时候会先写方字的左边一竖，然后再写右边的笔画，如陈字，其实是把整个字变成了一个四开的竖笔式。方字上下两横也拆开和其他笔画组合。王羲之、智勇等写臣字都是这样取势的，没有人把方字写完才写中间笔画。方字在这里就拆成了三笔，一个竖，两个横笔。在行书中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时转，如这个临字，左边也是臣字。竖笔式的组成非常清晰，征书的写法就来自于此。在历史上，征书是最晚产生的，它综合了隶书、草书和行书的一些特点。其他的变化还有，如框字也是方部，这个字本来全部笔画都是横竖，很容易写的呆板，只要能加一个斜线条呢，字勇把上面的一横改成一点，效果马上就不同了。简言之，方字经常拆开和其他笔画组成笔式，单独写一个方字是奋笔式一开半，抬笔一次，没有专称。四，现在讲解为。注意，这个字不是口，在征书中，往往为写的大点，口写的小点。口是人的嘴巴，为是一块地方。口字中间没有其他笔画，所以可一次过写出来。如王羲之这个口，竖笔是两开，抬笔。为是古字，现在很少单独用了。中间往往还有其他笔画，如国、求等字。所以为无法一次过写成。为字在书法中称之为铁城式、铁围式、平四角式等等。
只为这样说，一名四维包裹。很明显，这个名字来自于36法，为卢、圆、卜、打圈自内，四维包裹也。这句话，所谓铁城市，取向于古代的城墙，为了强调四面包围，我想铁围市这个名称比较好。古代小说中常有围的铁铜市的这句话。歌手字汉西书法通解说，铁城字法左竖与下画相连，以配右肩字势。他没有讲清楚左竖和下画这样相连。我们现在写铁围式，下面一画是最后写的，跟刚才方字一样，把铁围式拆开了。所以左竖和下横是两笔，是不连贯的。但在草书中违法不同，你看自咏争吵千字文的草书音字，一个为用了左右相对的两个弧形，所以在征书中铁围式实际上分解了左上右三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勾果画式，留下最后一横要和中间那些笔画去组合，如果实在不能组合，那就只好单独算一个笔式。草书就不同，像槐树这个写法，先写一竖连上去，然后写一个很大的圈，把其余三面围住。通常来说，好像这个田字，草书中经常是有左右弧形写成围，然后写中间笔画。但行书、征书已经把围字拆散，这个时候最后一横已经和中间的笔画另组笔势，就不能称为铁围式了。但有时候也有例外，敦煌写经残卷有一个作品，其中有两个笔字，中间是田，左边就是通常的写法，右边田字的写法是用了奋笔式、竖笔式各一开来围。可见古代也有在征书中用类似草书的方法围出一个框架，然后写中间的十字。书法取势比依照笔顺写字宽容度大得多，这就可以造成很多艺术变化。这里有个理论问题，36法说为卢、圆、卜、打圈自内，视为包裹也。所谓打圈不是真正的圆圈，因为我们知道书法中写一个圆圈会遇到
脚风问题。所以通常是分为两个半圈，也就是两个内向圈来写的。字勇这种违法就是用两个内向圈组成包围，但写起来手腕左右来回幅度很大。王羲之的违法不同，他用一小竖加上大半圈，应该说比字勇还高明，更适合人的手腕，既写出了包围，手腕来回又比较少。其实跟写勾果式很相近，各位可以试一下。到了真书中，只要稍微拉成直线，勾果画式就写出来了。这就叫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神通还是有高低之分的，读帖时配合疏空，你就可以比较字勇和王羲之技法的不同。谢谢各位。